他无奈戴上了手套，站在了门柱中间。也是这时开始，他的天赋显现出了别样的色彩。从门兴到巴萨，从弱旅到豪门，特尔施特根来到了自己梦想的球场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他见证了巴萨的五冠辉煌，经历了欠薪风波，同时锻造出了一个巴萨球迷爱戴的门神。球迷们将他看作是德赫亚、库尔图瓦和埃德森的合体，扑救、控球、沉着，特尔施特根集所有优势于一身，于是乎才有了这场巴萨时隔25年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对手的比赛。而缔造这一切的就是特尔施特根。在比赛结束后，球迷们称特尔施特根为特爹。